情书啊！你嘛惊较慢呢，我这辈老骨头是要安怎约你的着啊？唉，实在是真歹势，我一心只想要赶去我关系，煞无注意到你的状况啊。不要紧啊，只是我想袂到你对地开法师的机关法门遐尔有兴趣。错了，我是对打败伊有兴趣而已。一个三十外岁的沙门，用废墟孤独的名声，四界去人骗，哼！甚至搁得到皇上的恩宠，甲雕爷的青睐，这实在是不合理呀！先做经验。我要当场将伊扁倒，和在场的百官侯臣，拢看破伊的真面目。你莫安尼，伊的实力是经过法者带领，以及众多论述的考验。敢讲你家己认为你的功力会当胜过所有的人，经历我关圣会灌溉文职，你呀、啊？就莫自找麻烦，才好啊！讲算笑，我别好议量呢。辩论除了功力，更讲求技巧。伫咧这个方面，我是真有自信的。首先，伫咧气势顶面，都要先将伊压好倒。紧，经一个有利的好位置，嘛是真重要的哦。自信甲自我的差别，到时阵就清清楚楚了。众经恭迎地开法师主席我关系皇兄颁诏听条恭云妙法恭迎地开法师恭迎地开法师大德世主，妙法莲华经是世尊老和修习接续幸福的大道，是唯一不二的万顿法门。
个那是京台第一的庙里，便已经妙不可言啊。我将为幽燕的信上上说鸟儿的真实意。现在，现在，地凯法师，贫僧乃是小庄严寺的慧英，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慧英法师，请速告。听说你的禅定功力非常的了得，拄啊好，我嘛是有淡薄啊心得。我想要请问，这一般的信众是真难做到静坐禅修，也那安尼，你的法门是要如何推行啊？观察，会当静坐禅修的人嘛无济啊啦，恐惊你的法门嘛只是曲高和寡而已。啊，我讲较白，就是好看无实用。慧眼法师，放宽心胸。修改途径是甚好，但是我想要请问，佛陀说法是不是有深深禅定中灭察因缘，然后契机算算的？当然啊，自从佛陀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以后，无时无刻拢处于深深的禅定之中，所说、所做，拢是教法的典范啊！现在，现在，那安尼，请问，佛陀伫咧说法之时，是拢坐的，而且拢是合眼的吗？这。既然你说佛陀四十九年拢处于深深的禅定，那安尼伊的行住坐卧，咁拢是完全符合禅定慧观的定义吗？是安尼无唔对啦。但是一般来讲，拢是以坐禅入门。信众伫咧头一关，就去踢着铁棒，坐都坐袂住啊！是要如何学习机关呢？
慧言法师，你可能无了解，我苏将慧师禅师，伊所教授的气观法门，但以禅定来说，就有上座、上行、半行、半座、非行、非座，涵盖了所有的面向啊！念念混乱，如地大叫名苍，点点滴。禅定，观就是实相，信上可以选择适合自己条件，禅定方法带入门，静中有动，动不离静，一发生即发发自然。何通何解？宽容无碍呀！现在，现在，可一定都会够破绽，我都要想看卖。慧言法师，李主任是深修有心得之人。敢讲，你只有这时阵，才能明察本心。一旦起心，就开始做主恶业嘛。哇！林叔啊，你的亏是哪去啊？哦，失利的姨娘，如今啊，嘛变作一只小鹿啊。我只是轻好而已，无算输，我无输。各位大德、世主，真理是愈辩愈明。不管世间的幸福，只要双方甲大众可以从中协地替我，这也算是一些。妙法天穹啊，心观心路，空观穹，想你的中泪花了脸不着想
今日的培养是无疆界，当年费力也是同款，只要选择正确而且适合的方法，自然功成，功成自然呐。现在，现在。真有慧根呢，你嘛把较尊重诶，我是甲地凯法师大有关系啦，甚至勉强会用个算是小小的贵人。哪有可能？地凯法师何许人也？伊敢若是讲一个庙里，就已经讲几落十工啊。最近京城咧讲的话题，就是要伊到底是讲几工？这你就唔知，地凯法师当初来到金陵时，就是我介绍伊去拜会法界老和尚，嘛才有后来大人甲慧英法师的事迹啊。是哦，如此，够中间师的慧辩师、兴丰师的法弄师、善觉师的慧勇师、策哈师的慧布师等等，哎呀，讲就讲未完。真正是足了不起的呢！哎呀，莫安尼讲啦，我只是起一个头，无遮厉害啦。拜托的，我唔是在讲你呀，我是咧学罗地凯法师，实在是真了不起呀。君笑悔无改，君接我关我几台。短短一年之间，地凯法师为默默无闻，成为天下皆知，甚至还阁未少主持与明争，愿意放弃师位追随。这是我娘团结的事迹啊！对啊，对啊！各位施主，辛苦了，时辰到啊，请入大殿听法。总算办了，来来，咱进来去听法，进来听法啦，进来听法啦。See you.
四十个人求道，有二十个人得化。第二年，一百个人求道，也是二十个人得化。第三年，两百个人求道，但只有十个人得化。以后更是连连减少。阮这将都感无效，无法献上才料。在金陵发化天下，却想未到反倒当是受困其中，事务繁重，人心逼迫，管你继续落去也不是办法。辩论败诉，这个世界也有这么多众生需要佛法，究竟都要如何才能发化天下？正法在中土之间，所有精灵幻想，即刻即行。